好，那我们现在那一个继续啊，顶视图前视图 sketch Ctrl 加8，来，我们把这个边给画了，上面这个键啊，这个键反正就是对，沿着这个边就可以了，反正就是对这样，我们先画这个边吧，对，这样子应该这样子应该是 OK 了哈。然后反正就不要太曲啊，也不要太正这样，然后再下来这样子一条横线，直接下来就可以了。那些多余的结构我们就不画那么多了。这里给它一个标注就可以了，给它一个标注可能就5啊，我给它个6吧，可能6会好一点这样子。然后这根线我们给它一个垂直，对，好，那这样子就 OK 了。那退出草图，然后再下来有这个功能，好像我们有没有用过？好久没用过。这个 swept 好像有教过，以后没用过。哎，sketch 13啊，选上了，然后选下面这个路径，哎，我们直接选这个线，哎，对，直接就，然后也是一样那个，我看一下，能不能不 match resource？我看一下，好像不太能的，那没关系啊，这样子。我们在这个草图，我们点这个面，选择草图，然后在那个 offset，对，选择00，对，我们这里先生成一个草图，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body，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我们做完那个 swept，对，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子，就是你们懂的，就是灵活应变嘛，有时候就是这些很多东西需要你一个灵活应变。好，然后再下来选这根线啊，好，打一下勾。哎，你看到这就 OK 了，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一样是一个前视图，把下面这些细节给画了吧，字我一样就不画了，然后再下来还是一样啊，终点啊，你看到我现在是在终点，然后一样那个也是一样在终点，把这个圆给画下，大概这个位置吧，我就，这个00点对吧？这个我们给它个46吧，高一点这样子。然后这两个键差的话，反正就是给它一个53啊，我们给它一个就是说规整的数值，因为对，就一个规整一点数值吧，反正就不搞那么多啊。然后再下来还是一样55，还怎么？然后那个前面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直接转出来，但是这个上面这个案例我们还是要用之前那个方法，就是说把它复制多一个文件出来啊，这样子，你们懂得我要讲什么啊？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显示还再显示回来，再把这个对是可以这样操作的，我不知道你们之前知不知道，这说实话啊。然后这时候这样子，我们把这块给对，好剪掉。哎，你看到对是可以马上应对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时候再下来就这样子，看一下啊，我们带这个 right view 对。White view 我们可以这样子，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测试图，反正我大概画吧，也是好吧，那一个，有没有 side view？开一下灯，有点暗，现在有点晚了。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 side view，有 side view 的话，我可以大概看哦。好，那这一二三四我也不弄了哈，这个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敲细节的问题，好，先把它对这样子转成一个曲面啊，然后这个地方你们要懂得，我肯定是用个旋转来做，那用这个旋转来做，我们还是要这样子，对，这个地方反正就是，反正这个里面有多深不要紧，但是有几个数字我们现在去定好的，对，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对，0.1啊。反正就给它一个细的啊，反正这你们知道它是一个，哎，等一下啊，点错嘞，再来，哎，没选到吗？难道？哦，我不信选不到，哎，哦，这就奇怪了，对，下面这条好像真的点不到。好吧，没有关系。那个，我们这样子呗，我们就画，那我们就反正我们也要画一半啊，反正就还行，影响不是很大。我们这样子吧，反正也是画一半。那个，对，这样子，
反正这里也定了，然后这个我们给它压一个0.1啊，哎，再点一点，好，0.1，再下来我们把这个给画一下，把这条线我们先把它拉出去一下，对，这样子，然后再下来选好这个，我们这样子，对，这个东西我们给它画一下啊。好，让我再找一找那个，好，然后这里一个小小的，然后一个小，好，一个再这样子深挖，对吧？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对吧？然后再一个深挖，一个反圆角，好，那就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这些东西我们给它都挪过来，对，这样子。再下来的话，我们开始设定一下这些数值吧，可以吧？这个反正它也不会很那个，这个点我们先给它往里面挪啊，里面的话反正就这个点跟这里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个出，又不行的话也没关系啊，反正就这里，然后大概这个位置吧，这个反圆角是吧？好，那就我们就这样子，三点曲线吧，直接一个最简单的反圆角可以吧？这样。OK， 哎呀，按 Yes 按习惯了，哎呀，很抱歉啊。好，抽取一下结构线，对，好，那就 OK 了。然后再下来就这样子，把它给点上。然后这根线跟这个点，我们给它设定一个constant。再下来这两个地方水平，因为我们设定还有水平嘛，但水平再下来，那这个地方 0.5 吧，给它一个有点深这样子，再下来这个位置通常按钮不会超过20，最多也就20好像明显也太宽了，那10吧，10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对吧，哦，10的硬看起来好一点，好，然后再下来圆角我们做完实体我们再导，我们不要在这里导可以吧，然后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还有这个 R 这个圆啊，我们不要给它，我们不要3，我们要个4啊。当然你们说啊，数字不吉利啊，好，数字不吉，那就你们看吧。然后这里不是还有跟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对吧？好，对，我们只要把它对拉到这，反正它对应的是一个终点，那就 OK 了。然后这样子，我们这个外形算是画完了，我们开始旋转。那这样子选择一个中心轴，中心轴我们选择这条，然后啊，当然开回去本来那个模式记得吧，打一下勾，对，哎，你们看到其实就 OK 了，这样子几乎就哎，哦，等一下哦，哦，好的，那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看到两个都要去那边去重新再做，为什么？你看到这里是刚刚好的，那我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了？哎，换我，嘿。奇怪，来，你看到这里会凸出来这个边，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很不好意思的，我们需要重新再画，对，这样子一个情况。好的，那就那个，对，我们把这个东西先给删掉，嗯。好，那这样子我们先打一下储存，好，那再把我这个，我再把我这个给关掉一下啊。然后这个我这个文件我先复制一个出来，那我还是一样叫123吧，反正就是你们懂的，然后我在这里再打开一下，打开以后那这时候我们先这样子，我还是一样把那个我把这个部分给删掉一下，嗯，对 close， 然后 close 以后对吧，然后这个要不要都可以，反正影响不会很大啊，这样子好，那个草图反正草图在那就 OK 了，这样子，然后这个13，那13反正也不要呗，也没问题，再下来了，那我们开始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草图拉伸，对，那草图拉伸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还是一样那个这个地方 OK 两个，好，这里这个对，然后我们来拉伸一下，这边对，不要 match results， 还是一样老方法老方法啊，
然后老方法，反正这个细节，你们到时候想把这个按钮扔过去改也可以。你们想留步看，你们要不要留那个步骤？我觉得是，如果你们不留那个步骤，我觉得就，没关系。但对，就是看你们想不想留那个步骤。但是其实画到现在，我觉得你们很多时候应该也会头晕，我觉得会这样子啊。哎，哦，好吧，那。看来这样子，我们再处理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对，先关掉，对，就是要两个文件，你们懂的。223123，好，123我们上面，223我们下面，可以吧？那可以这样子，那就这个实体我们给它删掉。sorry，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上面这个实体给删掉啊 ，delete body。那再下来我们就简单喽。Surface， 不是那 feature combine， 对，就是算是比较麻烦，就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每次只能进行一个实体的一个应急，那这一点其实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麻烦。那这些，反正这些都不要了，就这样子了。然后所有的草图，反正就是都给它隐藏掉。好，那我们打储存一下，好，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子，三。来，我们再来一个打勾。有没有发现我桌面好像变干净了？是的，我最近换了一下一个桌面，然后那个对，把我软件什么都给更新了一下，这样子就，反正我是一个喜欢整理东西的人，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不是勤快的人，但是我很喜欢整理东西那种快感啊。然后 feature combine common 对吧？两个，哎，我们都有了。好，然后这样子下来，我们就储存一下。当然把那个多余的部分我们给删掉一下，对 ，delete body， 嘿 ，OK， 搞定。好，然后这时候下来，我们回去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文件。对，原文件这块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还是一样，这个会比较那个麻烦一点。好，然后这样子，我们先这里两个地方，我们先导一个小角，对吧？你们懂得为什么我要导啊？0.5 可以吧？看一下啊，再来吧。我们吧，其实下面这个是不用选了，但是通常为什么会选呢？就是一个渲染的原因。等一下啊，哎，好像下面不好选呢。我还想把下面这个给选了。上面这个了也不好选，没有不好选，算了吧，没关系，我们就照这样子搞。然后我们把那个两个文件给丢进来先啊。Yes， 反正你尽量不要嫌麻烦啊，就是好。第一个，反正就挪啊，现在我发现就挪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那个它会自动退到就是贴近逼近那个地方，就比如说我现在进来了 ，Yes。然后你把这个黄色这块对放到这，哎，它就这种对劲，原来是这样子，哎 ，OK， 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东西 ，save all， 然后这个反正就我们先把它关掉，然后这些东西都不要了，然后再这样子回来，对，然后记得下次文件名字不要重复，记得 ，OK， 那你看到这时候就找不到了，那反正没有关系，我们照样这样子。去做啊，然后这两个的话我们先把它隐藏掉，来，我们先把倒角的事情给做一做，可以吧？下面的倒角我们这个最后再倒角，为什么等会还要画上面那个步骤？我怕还要用到这个环，然后去，因为我肯定是要用到这个环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呢我就暂时来讲我先不倒这个角，你们能理解吧？好，那个再下来我们这样子把下面这个角也给倒啊，可以吧？来这里，对，没法一起选，那也没关系。好，然后这个角我们倒了，那我们再下来还是要分开倒角，对。对，还有一个，反正还是分开吧，一个实体双立人，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对，比较麻烦一点，可以这么讲。虽然它其实是一套挺好的软件，就是说它限制比较大，当然。这些东西嘛，然后还是关于这个，还是一样把多余的给剪掉吧，反正就是你可以清干，就意思就清干净一点呗，其实就是那一看可以这样子干干净一点，免得那个太大。
然后呢，再这样子，crew cut，对，然后就是反正在中间嘛，反正就是 full or both，两边全剪打一下勾，对，这种时候会两个的，没有，没错，没错，再下来我们把这个圆角给倒了，然后到时候，对，我们先把这个圆角给倒了吧，反正里面外面都给倒吧，没关系啊，反正倒角你分开也可以，这个小问题，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平的嘛，对吧？那上面这个按钮其实就算完成了，你们把这个标给加了就可以咯。然后再下来这样子，我们需要画那个圆形啊，我们从这里吧，可以吧？反正也正中对准下面就可以了。OK，反正平的啊，然后对啊，可以了，我就奇怪。然后这时候大概这个大小，然后我们找一下一个，我们找一下一个同心，我们需要找一个什么同心圆啊？对，拉到一个，然后同心圆，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缩小一点，因为那个形状的问题嘛，对吧？我们刚刚是大概这样子对准，然后给它一个完整的一个正确数字，来试试我给它一个，然后打一下勾，给一个45以后，对，我们往前拉伸一下，哎，可以吧？应该，哎。往前拉伸一下，哎，回来回来回来，然后这个我们给一个多少好了？反正我们给一个25吧，25，反正我看一下，也 OK，我们把中间给裁掉啊，可以吧？中间呢，我们自己去裁掉就好了。那怎么去裁呢？其实也很简单啊。我们这样子，我们先把那个，我们要去右视图。你可以先裁，那记得先裁跟先倒角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先这样子，那裁我就横裁了哈，这事就不那么麻烦了哈。有些东西就是你放大看，其实差别不会很大。我们不要抠这种细节，可以吧？这个2明显太大了，我们改成那个0.5，可以吧？改0.5以后，然后这个地方有了，那有了以后，我们选择一下这个地方，哎，我们给它一个10啊，给它一个10以后，对，然后就直接横裁就可以了啊，对，好，两边 for both，all body 或是 left body 也可以，反正你自己选吧，就是反正保留的嘛，那我们肯定是那个保留所有的一个 body 嘛，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反圆角，那我们看一下一个，看一下，哎，好，是可以，也可以，也 OK 啊，反正这样子也可以，看起来也，你看它这边啊，有点那个，当然它这里还有一个圆形，我们再来给它再给一个圆，再给一个圆的一个什么，对，0.5啊，那就也 OK 啊，这边也倒了，好，两边我们也倒了，那就好了。好，然后这边的话，反正这个你们看嘛。如果这个按钮你觉得说啊，我这个说你觉得说啊，好像不太那个，就是不太那个怎么讲呢？不太规整。那行，你再修改一下吧，这个啊，反正我就大概画这样子啊。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圆角，这里就不用倒，这里那么圆。下面的这个，我倒一下吧，下面这个地方，就是下面这个边啊。好，那下面这个我们也倒了，那其实看起来也是有点那个小圆了，对吧？那前面啊，首先前面这个问题，前面我先看到前面这个是大圆角啊，我忘了啊，非常抱歉。那我们回来这里改一改，我们把这个给不要了，打勾，然后这里给一个4，打一下勾。然后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应该把它裁的后面这个，我们应该往后推一下，这样子会像很多。因为我现在觉得，要么就我前面这个，你们可以再调整，我就不讲那么多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剪一剪吧，可以把这个平面啊，这平面反正我就画一个弧圈嘛，你们懂得我会怎么画，对吧？我还是这样子画，反正就给你们画出来呗，一样的。就画这个东西，我不会嫌麻烦，但是有些你们懂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啊，再没有必要说再来画一遍这样子啊。
然后再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反正就你们看呗。这个反正 Sonyverse 的话，Sonyverse 有时候比较难教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说它很多东西它需要很多次的一个修改，你就导致了很多时候很难一步到位，这个是很痛苦的。就做 Sonyverse 的时候很痛苦一件事，比如说我现在改，我觉得328不够，我想改成那个30，我就改30呗，就这样子。那这个是算那边真的比较痛苦一个部分，真的不骗你们。然后这时候我们给它，剪一剪啊，然后啊不是，exclude cut，那剪了以后我们给它一个10就可以了，不用很多啊，然后就剪掉啊，all body，反正保持所有 all body 都保持着，就这样子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对。然后再来一遍，就是画，当然等会再倒角呗，反正就麻烦一点，对吧？我通常喜欢操作保险一点这样子。那 offset 零，抽取结构线，然后再来一条啊，再来一条线，再抽一条啊。OK，然后我们再拉伸啊，十不要 match result，那这次就 OK 了，这样子。那其实下半部分我们也算是完成了，画这个你们会觉得比较快，其实我也觉得比较快，因为这个，因为我故意把最难的我放在前面的，后面的这样子会好画一点，你们不画那么累，因为我也不太希望说你们画那么累这样子。还有那个0.2，因为对，反正前面难的你们现在应该画这个应该是很舒服的，而且也应该是到现在应该不用看着我画了，我觉得有些如果比较好一点的，对吧？或者是说怎么讲，就是比较厉害的同学啊，可以这么讲。我相信那个对，好，那这个时候我导错方向了，哎，改一改方向，可以吧？哎，里面 OK。然后我们再一样，那个给它导个小圆角。好，打一下勾。好，那这样子前面的一些。这个东西按钮等等，我们也算是完成了。然后再下来，我们这时候需要到一个前置图啊。哎，sorry，点错按钮啊。今天说话有点久，嗓子有点累。好，那一个我们继续那个，对，开回去这个。然后我们这样子啊，sketch。还是一样呗，我们就我看一下，那个应该是正中，看一下，这样子，不对，应该是，对，可以，然后那这次反正我等一下我正在看一下这次，哎，给点反应行不行？好。那这一次的话，反正就是，这个部分我尽量给你们画吧，可以吧？好，然后我们先画上面这个顶盖，可以吧？这个顶盖画完以后，对，我还是大概画一下。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它穿到下面应该很深，那由于没有实体，那我就大概给你们画一下，可以吧？然后这里反正就是这样子，这个部分，对，好，那个地这样子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那个这样子，那这里再这样啊，这里反正我们肯定要留一点直线啊。再下来我们给一个60吧，就反正这些东西我们这样给它一个整数，可以吧？215。再下来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45吧，反正就这里反正都要给一个缝隙嘛，对吧？给他一个缝隙去那个，那反正这里点也定了，那我们给一个40吧，可以吧？给一个40好吧？然后给一个40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一下，哎，这条线，对，
这一条 A， 哎呀，还是先把那个曲线给画了吧，等会再标吧。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个箭头对吧？我们给它一个对垂直这个地方，我们这样子哎，这个反正由于没有实体，有些我就大概看着画吧哈，大家不要很介意这样子啊。这里10，然后这个地方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然后进行一个旋转，Translation，然后选择这个，然后我们这样子。不要 match results 还是一样这个情况，还是这样子啊。好，那这样子我们算是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把这个给隐藏一下，可以吧？我们顺便把这几个圆角给倒一倒吧，0.5，好。我现在正在想要画，那这个里面的我们等会再画，可以吧？刀片我也是随便画一画啊，大家就不要很介意啊。好，那我们把其实画哪一个都行了，总得要画，只是说现在脑子大概有画一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先这样子，从这个顶视图我们选择 Sketch，Ctrl 加8，然后我们要一个三角形，对，我们画一下那个弧嘴吧，弧嘴也不会很难画，这样子。Ctrl 加8，然后就。对，这个这里，好，三角形，大概这样子吧，啊，这种壶嘴比那个 electric kettle 那个会好画非常非常多啊。然后我们选择一个20吧，我需要一个宽，我想一个宽一点的，其实我想要一个。行吧，大概这样子吧，可以吧？然后再下来打一下勾，然后在这里我们设定一下一个顶视，设定好一个基准面，然后有点卡，对的啊，这些东西我们先关掉，差点点错，这个盖子我们等会再画啊。设定好一个顶视，顶视的话，我们选择 top plane，top plane 我们选择给它一个280，280不太够了，350吧，350也不多了，300太多了，30，好，就这里，Ctrl 下8，然后我们在这里，对。这次只要一个点就可以了，然后就在这里啊，打勾，cancel 啊，然后就那个，好，退出草图。好，那这样子，对，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放量，对，这个就很简单了，相对来讲啊，一、二，对，就是这样子画就可以了。反正然后你看，反正它就是会变成。并在一起啊，反正就很简单，就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画弧嘴方法，这也是 Sunnyverse 画这种东西比 Vinyl 真的会舒服很多，这个不骗你们啊。好，30啊，反正弧嘴形状你们自己把那个三角形你们自己考量啊，我真的不去抠这个，因为太好画了，你就不要抠这个细节了，因为你们想把它画好看点，你们就自己把它一个改的好看点，可以吧？这个不是很过分吧？啊。就是对，有些没必要的东西我就不去那个一一解释啊，因为把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把人家也说嘛，就把然后这两个部件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人家都说嘛，刀只要用在刀刃上啊，然后 Ctrl 加8，OK，好，然后这时候对，要把下面那个先偷空，因为是上下两层啊，那个，好，那一个我们直接那个把 offset。四，我们给它一个四吧，可以吧？应该其实要5了，因为它这个通常是用那个什么 Triton 用这样子一个物料，所以通常会比较厚一点这样子。好，那个这个你说那个这个东西，不对啊，点错了，减法。好，减法，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Up to Surface，对吧？这次到这里，对，我们直接偷到这个面，好，
这也懂了，你们懂为什么我要那个在这里，然后去这样子画一条平线，对，就是这样子用的。其实这样子呢，我们刚刚有一条曲线，我们可以再这样子再给它导一个角啊。导了个角以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杯子反正它有几条的一个形状，对吧？那没有关系，我们就画一条这个线，然后剪一剪，反正应该是直直，我看应该是这样子直直下来啊，反正就我们照这样子画吧，可以吧？直直下来，那我们从我看一下哦，它是这样子一个基准面，反正它是四个角，对吧？那我们就画四个角呗。好，那就我们这样子。好，那我们那个来，那就选择这个 pen tool 对吧？我们继续，因为我们把那四条边画的话，首先需要设定给那个把那个线给挖出来了，对吧？那挖出来的话，反正就是对 ，Ctrl 加八，然后呢，我们拉一条这个线出来啊，先，好，这两条线那个 constant 对吧？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哎，对，再这样子给大概45度，可以吧？对，然后这样子把这根线给删掉，确定它现在是45度嘛？那这个数字我没有变过，然后再退出草图，退出草图以后吧，这时候需要设定一个那个基准面，那基准面我们选择一个。我们选择右视或前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 second reference 我们选择这条线，好，咦，它就给我这么转了，对吧？好，那我们这里再试一下呗，好， top view 好吧，它就这么给我改，你看，反正就不行，你们把基准面改，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条角度一定是45度，然后它就现在给我一个 top plane， 然后45度转，反正算是默认是 y 轴嘛，那对，反正这个不行，换个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时候 OK 了以后，对吧？然后我们Ctrl加八，哎，这个面，对，你看到是不是比较奇怪？是比较奇怪的，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这样子，我们需要抽取一个结构线，这样子。我看一下这个线啊，我们先点进入草绘界面，草绘界面以后吧，我们需要那个，对，好像不太行，是吧？没有关系，反正就那个，对，这两条线我们试一下，哎，可以00，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对，来一下，再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给选了啊，也可以，对，打一勾就，好像只能是上两条，没关系，我们再那个呗，对吧？影响反正不会很大啊，我们再来选一遍。真的不太好选，就是选线的话，有时候算六十一点就是比较麻烦啊。啊，看来圆角不能包括，那没关系，我们这样子。OK， 那第一条线我们已经有了，对吧？然后 Ctrl 加八还是一样那个，哎，对 ，OK， 对，然后这条线我们需要这样子，我们那个把这个点给。对，改改，我们给它定，让我回去看一下。好，那个这样，40应该没问题吧？好，40那就是40呗。然后40以后，对吧？那40，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再这样子，我们把这条线给延长一下，对，我们就剪到这里结束吧，可以吧？OK， 那这里这条线我们应该是这样子，两条线一二，哎，真的不太好选，这条线。好，我们把这个给删掉，好，那这样子就好很多。对，把它那个关联性给删掉，然后 tangent 啊，好像不太行是吧？那我们试一下这里。Diagonals accept， 对，然后打勾，好，把这个多余给删掉，然后我们这两次给一个这两条线，我们给它个 tangent。OK， 那音真的很不好选啊，那这样两条线选 tangent， 怎么还不行呢 ？Diagonals 对 accept， 打勾，好，行，那这样子就 OK 了。好，那这样子已经。我们就退出一个草图啊，
退出草图以后，那我们有这样子一条线，然后呢该做什么，对，再还要再设定一个新的基础面。哦，其实对，用一些比较笨拙一点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相对来讲稳很多啊。我们选这个 top plane， 再选择我们 second reference，second reference 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点，对。那选择这个点打一下勾，打这个勾的时候怎么办呢 ？Ctrl 加八，对，然后这里我们对打一下勾，Ctrl 加八以后这样子八。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然后好像以前一直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就是 swept cut， 对，就剪掉这个功能啊。然后这次是这样子，那整条，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圈，哎，我们试一下，打勾。哎，这一次对，就是这样子一个剪法。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打一个圆角，对。或者然后再我们画的再精细一点吧，可以吧？Ctrl加八，然后我们把那个对开启那个虚线的一个模式，然后对就是这样子，圆形工具，对，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球体吧，可以吧？对，应该是 OK 了，这个位置可以。反正那个 SolidWorks 里面懂的，就是说。一定要画个球体嘛，你们也知道，就说它反正不能直接生成一个圆形嘛。好，打勾。那这我们现在有个草绘，那草绘也是一样，我们选择一个也是一样这么去剪啊。选择这个草图，选择 Live One， 我们看一下啊 ，Preview 一下，打一下勾。对，哎，你看到，对，已经剪掉了。就通过这样子一个模式，然后你看到，哎，非常干净的这样子一个圆形就出来了，啊，那一个好，那一个小圆形是吧 ？OK， 这里好像有点一个小凹凸哎，那我看一下啊，这样子，我们再把这个给改一改，我们把它，可能是我刚刚没有标注好。是应该是，我看一下到底是，哎，先把这个给删掉，好 ，OK。因为我刚刚我记得我点的是那个八嘛，那这里我们给它一个四，应该是这个原因，对，那这样子大一点应该是 OK 的。果然是好很多，你看到，就是数值反而能对上，一切都 OK。好，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再来一件事，就是来一个 3D sketch。为什么？对，我们需要去拉一条那个中心轴。哎，中心轴以后，对，我们进行一个，对，我们中心轴以后退出去，然后呢，我们就退。这个地方我估计它不是完全的圆的，那我们先导一个大一点的角，这样子啊，导个20，然后最后中心轴有了嘛，那其实你也懂的，我最后就是要那个环形正面，只是说这条边我想一次性处理完，然后最后再那个，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环形正了以后，我肯定不知道说我到底一开始只有一个的时候在哪里，我到最后的时候我要找回去我环形正面那四个的其中一个是非常难的，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那现在这样子，我四个东西都有了，对吧？一、二，然后三，对吧？然后第四个，对吧？四个都有了，然后这个我们就对环形阵列，然后再选择一个这样子，选择一个中心轴啊。哎，啊好，那个。Clean selection 对吧？我们 3D sketch 应该是这条线，肯定我没有选错。然后我们再选一下这个 feature 对吧？我们选一下。哎 ，swept 哪一块出问题啊？没事，不用管它啊。loft 出问题，那一个就拉到下面第一个、第二个，对，这个也 OK。第三个也有了，第四个。
哦，倒圆角不太行是吧？没关系，好，那就这样子，我们就最后再来倒圆角，可以吧？那不行，我们就把这个也给去掉啊，delete。我认为如果是说只要这几个还是没问题的。好，倒了以后对吧？那我们这两个圆角我们往下倒啊，close 啊，cancel fun 啊，步骤出问题是吧？没事，那个我们再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给删掉吧，到时候再，反正四个一起倒呗，没有关系啊。反正这里已经转了四个，然后呢，这个是啊，可以可以，好，那我们继续。但刚刚的上面那个 logo 不确定有没有问题，等会我们再回去检查啊。好，20，到底是，哎，这次到底是哪块出问题？这个真的不确定。难道是整一个个？那我们一个个来呗，比较简单啊。好，再来，可能是说有时候它一次四个不太好默认，我不知道是哦这一条原来是它，好吧，15吧，那倒一个小一点的吧，反正这个不行就倒一个小的，反正对外观来讲影响不是很大。还是那句，工程师会怎么画了？这些东西就对这种问题，如果你我觉得就不要去那个再去纠结它了，就优先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先给做完，做完我们再来往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精细化啊。我的角度这样子，反正就先把这个东西给画出来啊。反正有时候差一点就差一点呗，对吧？哎，当然我现在好像给自己借口啊，因为现在主要是正在那个录，也没办法说找他那个问题在哪这样子啊。好，四条边，我们先给它打一个角。好，打完四个角以后，我们再下来，对，需要 choker 啊，这个会比较慢一点，哎，还挺快的。对，这样子0.5啊，我们就一个个倒吧。有时候倒角如果真的不行，那就一个个倒呗。然后这两个，这个。还有这个，好，隐藏一下，隐藏，哎，隐藏一下，也这个也隐藏一下，这一个也是隐藏一下，好，然后再继续把下面这个给倒一倒，这个我不确定这个位置够不够，如果到时候不行，你们就把你对里面这个三角给改一改吧，反正里面的这个还是对，那个不是很够，对吧？好，那这样子下来以后，我看一下啊，行，那我们再开始就画这个面啊，这个面我需要回去桌面看一下这个，我们把这个顶部给画完，然后再来画，我们再来画这个把手，可以吧？那就看一下啊，它这个是什么样的形状？反正就是中间是圆的，前后两个，这里一个梯形，对吧？方便你掰开的。应该是，我觉得四个，看一下啊，没有顶是真的有点难看得懂。这一个，哎呀，我隐约觉得它是一个，哎，可以可以，应该是有刚刚那个小，应该是有这样子一个小弯曲，然后它是一半方形的这样子一个形状。好，那我就按照这个画。